我哋 CIA。美國啲屋大好多啊，表姐。你飲唔飲啊 ？Yes, madam。喂，杯啤酒唔俾你啦。David 同條靚妹知道我哋太多嘢，上將命令我哋唔可以留個頭，即刻行動。不問你同 David 一齊。所以李家的处境是跟 David 一样咁危险的。班靓仔的死可能是政治谋杀。你收声啊，我不想再听到你把声啊。你想我怎样，是不是嫌害我不够啊？你表姐说现在差人不理这件事了。你咁样唔系办法嘅，信我，我会帮你嘅。大伟，法律会证明你无辜噶。我哋会送你翻美国受审，但系你冇资格受到公平嘅审判。凡系上将要杀嘅人，都要死。要杀 David 嘅人系你哋。我都唔知你讲紧乜嘢，我哋系会全力追捕佢。你咪当放大假啦，嗱。去韓國散下心，有咩事預埋我一份。Thank you, sir。開人。